只有连续敷了五天黄金面膜之后，皮肤明显变白，之前长过粉刺状况都没有，现在就是变得很嫩很透白。疫情的关系，我都要待在家工作，所以我决定趁这个机会来实施我的美白计划。那我会先使用这个去角质慕斯来先清除我脸上的老废角质，再敷上这个黄金面膜。我们连续使用五天，看脸上会有什么变化吧。那我先卸个妆，让你们看一下皮肤状况。可能因为戴口罩，我这边长一粒粒两条粉刺，这边黑头超多，又有痘痘，而且有点黏腻。就哇塞，你看，你这个脸好脏的。全都是 ，Oh my god！ 太久没去角质，我脸超脏，超级的脏。去完角质之后，我觉得皮肤变得滑，我脸超级严重，皮肤变得滑。这样子敷黄金面膜的时候，更加被吸收。现在来洗脸喽，直接擦。哦，我脸变白了，你看，好像变白了。哇，我脸怎么变超白的？你看，我觉得脸怎么变得超透亮的？今天是第二天，你看我昨天就是痘痘大颗嘛，现在它不见了。今天是第三天，我要继续用比较强的，皮肤比较好，这次又伤很多。那我要来敷黄金面膜喽。用完第三天，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更好，而且也变得很透亮。我觉得我连续敷了五天黄金面膜之后，皮肤明显变白，变得透亮，痘痘啊变痘疤，然后现在是已经看不到，之前长过粉刺状况都没有了，现在就是变得很嫩很透白。